谢 Adventure 给我了这个机会，可以让我们参加这一个 Gunung Ledang 的爬金山的体验，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之前爬过的山是真的没有这样高，我之前爬过的山最高只有四分一个，就是 Broken Hill。这个真的是我第一次，以前我们来 Gunung Ledang 只是爬那种瀑布山，现在哇，这个真的是太棒了，体验真的是太好，又刺激又惊险，所以下一次举办。一定要跟你穿在 Sea Adventure 的，一起来。OK、yes.。Apa-apa yang tercecer, tertinggal, terbuang, satu item kita akan kedenda penalti RM5. Jadi apa-apa yang tuan-tuan kena bawa, kena tulis dalam sini. Pergi 8 lah. Mana yang dekat simpang pelita ni? Sebelum pukul 10, dia akan lalu dekat camp sengit. A few minutes later. 我们的 Gunung Ledang 探险之旅开始了。Uncle Lim 在我后面。Hi Uncle Lim。现在是8:30，看我们几点爬下来。感觉如何？非常开心，还有我的汗。嗨，要等他们。20分钟过后，我们到了金山的西壁湾。20分钟到了 CB 度，哒哒。
所以今天你就是我们这个 trip 的首席模特。我们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现在我们在补充体力，神奇的一刻。夜雨CBG。Dekat Sempang Pelita tu sebelum pukul 10 kita akan bagi laluan estimasi untuk dia tak boleh lagi dekat KFC lah. Bản 期视频也特别收录了 KFC 路段最经典的部分。OK， 现在让我们继续回到主线。
今天人比较多，差不多整百个，所以我们就 skip 掉那一个 KFC point。所以我们现在到了 Camp Singing， 然后我们还有200 meter 就到山顶了。Yes， 加油 ！OK， 我们要过河喽 ，Let's go。小姐，你喝天然的水哈？是的，我看，直接 live 装的，这有这么大水的哦。试试看，我这个水。对。没有，爬石头，爬石头就不用走这边了，这边其实是下山的路。哦，我们马来西亚的这种热带森林都是比较难的，比较有难度的。一样打波哎，对呀、啊，不过那边比较原始啊。对呀、啊，那个就是山顶。哎，嘉玲美女，好玩吗？很好玩。嗯，山顶的声音吧，应该是，嗯，山顶哦。他们那些这样快，应该是到了。你可以搞上天了，因为我的笔吊在跑着电，不上点这样没有电了，不好意思。可以啊。我们要全，我们全副武装啊！
加油。来好来，这次脱了。爽哦！嗯，对呀，只是这样拿了个绳子罢了。家，我觉得你要让我过先，让我过先啊。好。因为我这个有 battery， 不快一点，等下就拍不到了。虽然很累，脚酸，啊。人山哇！只是一个 checkpoint， 你可以看这个。今天我们走的是 Legenda Trail， 这个就是我跟你讲的，从马六甲上来，是从那边上来。
对，他的传说 legend。Yeah, finally! Yeah. Finally! 来来来！哎，你在陪的那个朋友是谁？在哪里？在。Yes. Hello, 你们年轻人，食物好吃吗？好吃啊！哇，什么料？可以看一下。这个是牛肉。哦，牛肉。你这是哪边的？去哪了？去哪？这个，不是哪边的？好吃。好吃啊 ！OK。我简单问一下，还会再来吗？会。OK， 恭喜你。